我特别羡慕你说的那种踮起脚尖就能触碰到的幸福，所以你的那个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嗯，他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，而且他这个人呀，对人都冷冷的，就是一个极冻的冷鬼，所以我之前还有一点讨厌他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中国元素，都很热爱，所以就有机会让我们慢慢的越走越近。但是你也知道的，想接近太阳的星星何止我这一颗呀，我们中间隔着银河和月亮，所以啊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在一起。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呀，他勇敢地站出了一步，拉着我的手，让我看到了他的决心和态度。然后我们就突破了层层阻碍，就在一起了呗。所以你的太阳为了你放弃了整个银河和月亮，最后选择了你这颗默默无闻的星星了。莫非你真的好幸福啊，在我看来你一定是他心目中最亮的那颗星。哎呀，我这个单身狗都要被甜死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那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单恋。嗯，没关系，不想说，我们聊点别的呗。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在我心里很久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说。我们两家关系很好，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所以从我一出生他就陪在我的身边，我们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。他很疼爱我，甚至比我的亲哥哥还要疼爱。每当我遇到什么事儿啊，他都会替我顶着。渐渐的我长大了，我发现我对他的爱不仅仅是兄妹的那种，我甚至幻想有一天能够穿上婚纱，跟他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。恰巧他妈妈也很喜欢我，于是就来我们家提亲。当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两家结合的时候，唯独他反对。为什么呀？就爱情来衡量的话，他根本不喜欢我，只把我当妹妹。当时的我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我就负气离家出走，一个人去了非洲，断了和这边所有的联系，在那边一待就是三年。那他有没有去找过你啊？应该也找不到吧。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，不是单纯的爱情，也不是单纯的友情。其实现在看来，我觉得他当时不是在逃避，是一种对我的保护。他是害怕
伤害那个脆弱的我。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，也不一定会幸福的。他现在也对我很好，他会经常来看我，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爱丽丝，你看你这么善良，那你喜欢的人也一定很善良。你也是。喂，什么？你来医院了？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马上过去啊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儿要走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好，别让你的王子等急了，赶快去吧。哎呀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林轩哥，我不想坐轮椅。可这个地方路不好走啊。那你可以像小时候那样吗？好啊，小仙。嗯。这个地方。林轩哥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里玩吗？我当然记得，这不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个秘密基地吗？时间一晃就到此刻，日子是很平常不过。小雨，你是哥哥，应该让着妹妹。回到家了以后，只剩下想什么呢？寂寞。我想到小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玩，那个时候，我哥他总欺负我，但你总护着我。明轩哥，现在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是会想起你。现在这里呢，跟咱们小的时候没什么变化，还是一样。那你有来过这里吗？长大了以后，咱不就是没来过了吗？但是这个地方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。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小秘密。小秘密？哎，这是石头啊。倩倩。嗯。确定是这儿吗？我想一下。算了吧，明轩哥，因为我眼睛也看不到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等我手术之后，我自己过来取，我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终于决定要做手术了。嗯，我决定了，就定在我生日之后。我生日要举办个聚会，明轩哥，你能来吗？